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金。萨迷们大家好，万众瞩目的欧冠焦点战终于来了。北京时间12月9日凌晨4点，巴萨将坐镇诺坎普球场迎战老妇人尤文图斯。梅罗碰面榜首之争此刻无需多言，今晚让我们一起为巴萨加油。巴萨与尤文图斯在欧洲各项赛事中共有过14次碰面，双方5胜4平5负打成平手。在最近的6次欧冠交锋中，巴萨3胜2平1负占据上风。在本赛季第一循环的小组赛中，我们依靠登贝莱与梅西的进球在客场战胜了对手。如果把注意力聚焦在梅西与 C 罗的身上，两人一共交锋35次，巴萨取得16胜10平9负的战绩。直面对话中，梅西贡献22球12次助攻， C 罗回敬19球1助攻。两人在欧冠赛场有过5次相遇，红蓝军团2胜2平1负，梅西打入3球， C 罗则没有进球入账。尤文图斯本赛季更换主帅，对于中前场进行了较大力度的换血，整支球队变化很大。加上 C 罗因为确诊新冠缺席了一部分比赛，导致球队战绩有所波动。尤文图斯在上一场对阵基辅时使用的新阵型，上一场欧冠小组赛尤文图斯尝试使用352阵型是球队的一个新变化。通过将两个侧翼交给速度较快的基耶萨和桑德罗，来打出攻防转换中的加速效果，球队的3个进球都是来自于边路传中后的抢点。桑德罗和基耶萨在两侧拉开，通过两侧拉开接应中场完成大范围的转移球，锋线上 C 罗、莫拉塔和一名中场队友一起前插，尤其是 C 罗和莫拉塔还会完成大量交叉跑，让后卫不容易跟防。基耶萨与 C 罗交叉换位造成禁区内混乱， C 罗的特点就是在禁区内对抢点的预判与移动。尤文通常会在抢点时安排3人进禁区，莫拉塔这次近端吸引一部分防守人，中路基耶萨和 C 罗完成交叉换位的移动。当基辅的注意力都在 C 罗身上时，基耶萨前点头球破门， C 罗在禁区内有着很强的威胁。尤文这种两翼突然加速的踢法，真正投入进攻的兵力不算多，但往往就是能够形成少打少的机会。这样一来， C 罗在门前的意识与射门效率就能帮助他完成更多的进球。考虑到尤文图斯当前的战术就是要打开两翼空间，发挥出中路的强点优势，我们应对的最佳办法就是压制住他们的两条边路。巴萨有可能会考虑使用阿尔巴和登贝莱主打左右两路，让梅西居中指挥。在攻防转换时，一旦尤文图斯两侧退防不到位，梅西的转移球就能充分利用空间，利用侧翼的快速推进造成威胁。不过登贝莱因为受伤缺席本场比赛，巴萨在右路的人员选择存在较大悬念。可以看到尤文图斯在退防落位时两侧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，因为双前锋不会回防，中场相对集中在中路，容易被对手找到侧翼空间。本场比赛如果我们能够打出自己边路推进的速度，将有可能创造出得分的机会。昨天科曼参加了赛前发布会，他在会上表示，我们缺少了许多重要的球员，本场比赛球队会展现出强硬的一面，并尽可能在技战术方面做到最好，因为我们想要保持住小组第一的身份。我们的目标是踢好球并赢得每场比赛。在客场我们以2-0战胜了对手，拿到3分，今天我们将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保住小组第一。对阵尤文的这场比赛非常重要，将有两位非常伟大的球员出战。我认为 C 罗依然是世界顶尖的球员之一，他始终保持着斗志和很高的进球效率，我们必须对他进行严厉的防守，同时尽我们所能去控制球权。伤病法蒂、皮克、罗贝托、登贝莱星号。部分文字由 Barcelona 64提供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